我们所要演唱的歌曲是什么？姐妹花。是的，姐妹花。来，接过你们的双手，跟我一起打拍子，蹦恰蹦蹦恰蹦。在场的观众没有人能够顺利的憋住想笑的嘴巴，直接大口笑哈哈。右边是卑南族的小俊，左边是台湾族的婉儿，他们组成了姐妹花。为了让好朋友参加歌唱比赛能够顺利过关，担负起推荐人的姐妹花，拼了！有点晕。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来参加比赛？对啊，我们不需要比赛。哇，我喜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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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表演。今天呢，重点不是我。哎，不要，叫参赛者不要出来，我只想看你们表演。身为推荐人，转而成为了大受欢迎的焦点，充满娱乐效果的同时，青春可爱的姐妹花，怎么又突然来了个很 man 的肢体动作？眼看观众评审们就要笑到招架不住了，姐妹花笑点又来了。你的要推荐他，对，我们是他的推荐者。原住民电视台的原是英雄榜参加两次被刷掉。对，有了姐妹花爆笑加持，加上歌声优质，参赛者顺利过关，获得门票三张。评审再三要求，进棚录影时一定要有姐妹花，带着部落的幽默转化成舞台上的创新表现。选秀节目就像是挖到宝一样，套一句评审的赞赏，姐妹花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会红，哎，会红，哎，会红，哎。记者马嘎丹卡洛整理报道。